那么长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嗨，我是库巴。今天我们两个背叛妈妈，自己跑出来吃晚餐的，因为妈妈现在在练习跳舞，我们只能跟妈妈说什么？不好意思。不是，要说妈妈加油，妈妈跳舞加油，帮妈妈加油一次。然后呢，她就可以跳舞，后来就你要帮妈妈加油一次啊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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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对，那我们今天跑来吃 Fridays， 所以我们等一下呢就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吃的东西。那今天吃的东西都是妹妹喜欢的，除了这杯咖啡以外，因为这咖啡是我自己想点的，可以喝来提神。然后另外还要点的东西，就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。好啦，第一个来的是我们点的，这个是有虾子，妹妹指定想要吃虾子。我最爱虾虾。虾虾很好吃，对不对？对。海鲜，海鲜。然后这边的鸡肉的话，他是说要先把它捣碎，到时候可以跟其他的配料一起加在一起吃。这一道菜其实看起来还蛮特别的。香哦。他说要先把它压碎。压碎？不是压碎啊。是的啊，他说要先把鸡肉压碎。压。哇，好多起司哦，这起司是超多的。对。鸡肉顺便就把它压开，它这个是鸡胸肉，看起来像鸡排。对。哇，好多，然后还要加起司，这起司应该超多的，看起来就很赞。对。我把它弄给你。哇，太多了，怎么办？都卷起来，太多了，好多起司哦。小碗吗？虾虾。虾虾尾巴要把它弄掉哦。虾虾，然后这个应该是马铃薯味，应该是马铃薯味的。对吧？哇，好多起司哦。对啊。好多起司哦，可是我觉得这个蛮多，所以应该我们两个人这样吃，就可以很饱。然后再给你一点鸡肉，好不好？哇，起司好多。起司够了，好，这些先给你。起司虾虾。啊，起司。哈哈哈哈哈。你要不要先吃吃看？虾，我连在一起。小心哦，小心烫哦，追追。好大只的虾子哦！哇哇哇，好大只哦！哇，好吃吗？有没有辣辣？不会。不会辣。还是整只哎，妹妹，你都吃这么快哦。慢慢吃，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吃哦。鸡肉加起司，哇，鸡肉加起司哎。还没粘住了。还没粘住了。把它拉开就好了。不然把它咬开就好了。咬上面呢、啊，哇！你先把它咬断了。哇，好大口！会烫吗？不会。不会啊。好吃吗？好吃啊。好吃哦。不会烫是因为怎样？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就是等太久。等太久了。然后就是凉掉。应该不会凉掉吧？还是有点温温的吧？然后爸爸来吃啊，还是你要吃一下薯泥看看？薯泥，哇，最喜欢吃虾虾了。我来了，我直接用铁板的，应该不会烫吧？哇，果然是起司味道。起司大王。对，嗯，喜欢吃起司，是妈妈拿手的哦，哇，好吃的。看一看，到眼睛变一个叉叉。我在眼睛。哇，那么长！我觉得它的口感真的不错，不是要加洋葱，看洋葱加起司加青椒也很好吃的。对啊，如果你跟妈妈跑去请我们去的话，我眼睛就变叉叉。那现在就换爸爸跟妈妈去吃好不好？呀、啊！我知道为什么他这铁板要弄很热，因为他要把起司融化，所以他铁板才会弄很热。
吃完了，全部消灭掉了。结果虾子我只吃了一只，其他全部都是妹妹吃的，对不对？对。你是不是超爱吃虾子的？对。你从什么时候开始那么喜欢吃虾子啊？三岁。你怎么知道是三岁？你怎么知道是三岁？我想的。你想的哦。你们起来吧。你们也差不多快吃完了，剩下一点点鼠泥在下面。鼠泥在睡觉啊，他在等你吃它、啊。等一下，你还要吃什么？冰淇淋。是吗？那是我的了，不是吗？你不是吃不下了？吃下。哇，布朗尼冰淇淋来了哎、欸！妹妹有没有觉得很漂亮？不是啦，那应该是薄荷叶吧？他要给我们盘子啦，但是我在想，我们应该是不用，可以直接来。妹妹刚才已经给他斩下去了，好吃吗？哦。哦，哎、欸，不行，你这样舔着，等下我怎么吃？好吃吗？干假的啦。你把它拿起来放旁边就好了。我想吃。冰淇淋呢？然后旁边布朗尼，要不要吃一点看看？布朗尼这个。对啊，先用下面那个啊。哇哇哇！很脏。好吃。好吃哦，有很甜吗？很甜。很甜哦。完蛋了，这感觉好像应该妈妈会比较喜欢，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好吃哦。哦，我也来吃一下，先吃布朗尼看看好了。吃布朗尼会太甜，你要吃冰我就没味道了。会不会？不会吧。有一点，但好像也不是说到超级甜啊。我要吃冰，好来一口冰啊！我也要来一口大冰的，大冰点。哦，赞，好吃哦，好赞，好吃哦。冰淇淋滑到啊？是你把它弄倒的？他哭哭，是吗？你哭哭啦，冰淇淋哭哭啦。对，应该妈妈会蛮喜欢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觉得蛮好吃的、啊，他不喜欢太甜哎、欸，这没有到非常甜啊。我也觉得很好吃啊，好好吃。那刚才是讲妈妈到时候剪片的时候看到就会觉得可恶，都没有我的，怎么办？要说妈妈加油，妈妈跳舞加油，来讲一次。妈妈加油，妈妈跳舞加油，爱心。好敷衍了。吃个布朗尼才美味。香喷喷布朗尼哦，好吃哎，好棒！我刚刚真的温的，好吃吗？好吃。那下次还会喜欢来这一天吗？喜欢。喜欢。那下次你要带妈妈来吃吗？妈妈跳完舞带她一起来吃啊。要。好啦，那今天我们的 TGI Fridays 的影片差不多到这边的。这个是妈妈在跳舞练习跳舞的时候，我们自己跑出来吃的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咯。喜欢影片记得按赞跟分享，那下次见，拜拜！记得按赞 FB 和 IG 哦。推荐大家可以来吃看他的布朗尼冰淇淋，这个真的还蛮不错的，很对，不错，对，爱心，还有那个有虾子的都爱心，对，爱心爱心，拜拜，拜拜。